我们就直接继续吧。哎，大哥，我们再把这头猪卖掉吧。用吧，直接吸这只。哇，闪得漂亮！去买一罐魔法灰烬。展开下一关的追击。现在时间不早，我们赶快打完这局。走了走了走了，生活不易啊！看一下那个交易平台，买点补剂。以后不要再作死了。总之到三四关，我们要买那羽毛。不懂那羽毛是什么用，感觉他们会对我们有帮助。我的这就是什么枪？我要刚刚的三木子音。赶快找 boss 打一打。
我就不在这边。果然我们赶快打一打，直接闯关了。Oh my god， 这人有点过分。反正我不会复活了。今天这场就到这里了吧？他又来一个反射线。我才点射到我的光线，好痛！大哥，大哥，别杀我！大哥，大哥，保护我！哎呀，赶快换一把枪！过新年啊，祝新年意！回响声音炸弹吗？啊，多一个护盾，多一个好事情。再见！我不想作死，我只想快点离开。虽然讲有丰富的奖励，有可能会有蓝图，但是我不想这么早死。因为我那把枪不适合打 boss， 尤其这种小关 boss。没办法了，只能拿着这把枪硬着头皮上了。我还有24粒子弹的时间。哇，我这副盾，这圣骑士盾，救了我一两条小命啊！没完没了啊，他们这人。到最后，我们终于终结在这里了吗？是的。接下包裹，看一下广告。大家再见，我可能以后我都不会再拍了。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我之前的视频，拜拜。